是辣条好吃吗？当然好吃啦！你能给我吃一根吗？没不给，我自己还不够吃呢。小气，黑魔法变。土豆，这样能行吗？你就听我的，肯定是辣条。好吧。行了，玩具都装好了，去吧。那我真去了啊。智能玩具机器人。啊？智能玩具机器人。机器人？你好。你这智能玩具机器人要怎么玩呀？只要给我吃辣条，我就能变出玩具。这么好的事儿？哎，我试试。快吃！上当了！辣条识别成功，出玩具。哇，居然是能带着新人变成姐！嘿，是真的！看来你这个玩具机器人还真的能变出玩具。喂，我吃更多辣条，我能变出更多玩具。真的？这个玩具机器人应该不会骗我吧？我再喂他两根。玩具机器人，我再喂一根辣条。再多点。识别成功，两根辣条出玩具。这回会是什么玩具呢？给你。哇，不是吧，居然是能战胜新人的飞虎剑和牛云剑。回合结，新元神剑。七七的辣条都骗过来了。哎，姑姑们，把七七的辣条交出来。什么辣条？就是刚刚用龙战新人玩具跟七七换的辣条呀。在这儿啊。什么？你都吃了？哎呀，是你说为辣条出龙战士玩具吗？那我肯定都吃了呀。那我的龙战士玩具呢？给七七了呀，跟他换了辣条了呀。哎呀，我的龙战士新人玩具。